所以听咧讲冬春啊，既卖不出去，然后又很难租。所以一进去，你就要可以接受那个玻璃墙、厕所墙是透明的，这一点就已经一堆人不能接受了。他把那种饭店的感觉改装到那边来，但是饭店人家出去玩是一家人在玩，所以算是蛮失策的。无敌风火轮，哇，彩色无敌风火轮，超级漂亮的颜色耶！你要换成那一个啊？哇，这个是无敌风火轮吗？呜，还穿过很多衣服。这个比较好转，对不对？嗯，有没有像这样子稳多了？咻！哇，好像再来要去参加越野车队一样了。超级无敌旋风小骑士，无敌风火轮，搭配着闪亮光芒，骑到黑色那一边，咻咻闪闪闪，超级闪亮。今年七月很不能确定了。Hello。 你知道文员最大的不安定点就是文员阁遐。